还有你啊，单家啊，单能，到下面了，真能啊，真能。而选择客居他乡，选择非常遥远的地方所居住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要去看土楼呢也是一样，我们要选择比较远的地方啊、哦。好嘞，我们是演艺协会嘛，我们不应该每人这个，因为我先唱一首，然后接下来麦克风接力这样子嘛。啊，昨天我听到有人哼小曲啊，哼小调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个难得大家一起出来。可惜我们的可能那两对呢不太引人注目，因为嫁妆不够多啊，有个胖胖的，有个瘦瘦的，两个人一起结婚。基本上呢，在华侨酒店像这样广告一样都是打出去。那如果是普通人家的，那就是要哭了，一连生三个女儿，哎呀，真的是要嫁女儿的时候要准备嫁妆，那真是要哭了。那比如说你人家下的有些200，有些400，让你包你拿回家，因为老人是什么？老人是宝，对不对？只是这边很尊，这个尊老爱幼，所以就定了广场，然后就开放音乐跳舞这样子。现在我们经过的这个呢，就是我们辖这个泉州平原的两座大江，第一座呢就是昨天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洛阳江，那今天我们走的这一条呢是晋江。有钱的泉州人他们都去哪里住啦？去厦门，去厦门。那所以呢，相对来就要跟泉州拜拜。但是呢，其实泉州呢有很多非常这个值得我们的去的地方，比如说泉州的德化。我们在家里面有没有供奉观音菩萨？有吗？有些人都觉得说是在跟在拜朝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继续上海高速公路了。那我讲一下我们的高速公路。这个台湾的高速公路呢，我知道台湾的高速公路，你们路段比较多的话，像我们上武夷山隧道可能要过50个。哦，那它的这个高速公路像我们前几天是什么？五一劳动节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华龙。对不对？还有就是中秋节，对不对？还有10月1号的国庆节，好，那种时候呢，四五月份出产的水果都是很难保存的。第一个是像枇杷，第二是杨梅，第三是什么？水蜜桃。那么吃水蜜桃，区域待发之后呢，你培养出来的东西就是又嫩又甜又鲜。那个叫海钓，没办法，不会海海帮海的。这表演怎么危险？姜种药里面用来治疗什么血液的疾病的，还有你很多的这种疑难的疾病的，才能够用到麝香的。中医里面不可以乱用的。那全中国现在唯一可以用到麝香的中药是什么？
中，我们年纪大了之后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增强你的抵抗力和你细胞的活络能力和你恢复的能力，所以为什么我一讲到平安红，你们都知道，因为从老一辈世代传承下来。夏天啊，我要进去，我要进去，我肯定带你们进去的，我干嘛要进去？不能参观的。你看我今天因为是绿岛，热热错，擦上。你们擦你们的防蚊水没有用的，不用擦。为什么我今天才会把这个拿出来？他今天问我，叫我拿出来给你们擦。也不是说我因为我要卖我才拿出来，而是五百克在我们这边呢，就是一斤一斤。你知道这样子的一斤枣呢？你在超市这样子的一包，大概最后卖到70-80，有120多的都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贵的呢是阿胶，它贵的是阿胶。那我就讲了，女生的话呢，你一天就吃五提里，对。所以，但你擦这个，它就是吸收进去的，它就很顺。这礼拜要九十块，一个。操作。操作九十。哎呦。无俗吼。都是蒋世雄的后代子孙。
那么他们以前要建这么大的古楼，就是为了聚一个大家族呢，就是为了防这个土匪而建的。然后让我们看我们的古楼的墙的厚度，这边是 1.8， 然后它最底下是 2.53 米的，慢慢缩小上来。所以这个古楼它的墙是非常厚的。因为我们现在要走的通道就是走在这边，水进暗水出才滚滚的意思。而它对面的山呢是一山高过一山，就是希望它的后代子孙呢一代更比一代强。所以我们以前建房子是非常注重那个风水的哦，口跟牛碗口。那我们整个楼它只有这个瓦片有修过，像这些木头、杉木都是200多年前保留到现在，因为他们以前这些木头啊都有泡过一两年的盐水。就是我们吃的这种盐泡盐水，所以这些木头都不会被日白能腐蚀掉的。那看一下墙上这个呢是灯火座，我们以前没有这个电灯照明，就是用来放蜡烛放油灯的这个灯火座。那上面这个是哪一个关系作用？因为他当时有建这个钱，所以这是属于一个用买来的一个官，不是一个真正的官。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容易正邪、容易失眠是差不多的，会跟那种意思。整个楼就是只有瓦片有修过，像这些雕刻彩绘啊，都是200多年前保留到现在的。所以说我们这座外楼呢，它是文化底蕴最深厚的一座圆形古楼。好嘞，那么我们往这边下三楼参观来。楼梯会比较陡哈，大家下楼梯。来，没事的雨，我们往这边走来，雨伞打开，从这里走。跟一台了，他要安全上车。你的衣服在这里啊，后面冷，给那个。喂喂。那个，哎，谢谢你帮我。那个导游。这是你狼熊货。哎，是。拜拜。这个老天爷真的是一个很哭，也很笑。
的鼓浪屿呢，我们是在中山路那边呢下车，我们从鼓浪屿回来，我们就刚好逛中山路，然后上车，这才是最顺的。我们不能够把时间呢倒在来回走这条路呢两趟，这样子会浪费很多的时间。
有来过。对对。鼓浪屿没有厦门，厦门也没来过。我没有到厦门，我这一次就是很幸运，跟着旅游，我为什么莫名其妙？不是不是，对对，下面。射程多少米？后生后移。哎呦，这叫好死掉。鸡毛洗窗。鸡毛呢？鸡毛点的。清白了。那谁先到啊？莲花。哦，兄弟，别忘了收，带点票，带点票。开炮！咚！哇，这么大了嘞！哇，那姑娘姑娘都清楚，姓郑的，是吧？姓胜利。但是在战争的过程当中呢，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又加了一个很大的因为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呢，厦门呢已经形成了一个这个开放的一个开放城市，成为一个港口城市。那在南京条约的签订当中呢，厦门它是一个什么通商口岸城市，当时呢是很多洋人的这个大胆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们想想说，如果真没炮，真的拿来，你无嘞？他是没炮吗？他是没炮。这个气矿有点狂。好了，就这个位置。你给我站上去，一二三，前就行了。你要上上去吗？好了吗？要加个。这个是。
不要妈妈，妈妈这里拍照片。不是那个，跟最大的炮差太远云武大桥。进摩托车的小岛，岛外呢是可以允许摩托车自行。刘志宏5051，郑荣昌5049，陈建荣5003，黄培兴5055，朱增昌5015，蔡凤雀503，洪振光5039，曾连梅玉5037，梅慧5041。然后早餐是在一楼，明天报房号就可以了啊，报房号就可以。坐飞机的，因为飞机场的建设是没有办法每个建到每个小的城市里面的。台湾之所以有这么多飞机场，是因为以前很多的飞机场都是用战备。广西很大啊。那个是广东，从香港坐过去是广东。广西很大，它不只有桂林啊。大家是不是觉得一想到广西就只有桂林？广西很大呀，广西的面积是将近是台湾的，广西的面积是台湾的2.7倍呀。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，一群青年聚集在了一起，创办了福州首家民间剧坊。你说小马原先是在当地工作比较久，然后后来我是在那边生活过了一段，到了一个段落。读书是在哪里？